他的花球投得还蛮精准。嗯，这个球打成了自然二垒方向，结果穿出去形成一支安打。嗯，特别要注意金泰真的攻击能力啊。金泰真是可以说是韩国队的一个打击状况最好的一位选手。而且他上垒之后呢，就不妨多做几次牵制了哈，因为金泰真的也是一个脚程能力有相当快的一名选手。来看一下，他站在是比较靠近这个打击区的后侧。对，球也其实也都击球的一个节奏也都很好。